带壳的速冻海虹的做法，先用清水洗干净，水烧开后在热水中焯一分钟，立刻捞出。把壳和肉分离，把分离出来的肉裹上面粉，葱和蒜切好备用。锅里加少许油，把裹上面粉的海虹放入，两面金黄，加少许盐、胡椒粉、葱和蒜后翻炒一下，立即起锅。虽然是速冻海虹，但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，味道一点也不差。欢迎订阅和关注。